善人，那他是前任我们这边叫什么里，叫做光复里的里长，现在是中正区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啊。那本来要他当主任委员的，因为他这人非常谦虚，他说不要，他就要当委员就好。后来陈王爷就请他当董事长，来，掌声。叶馆长，那我们今天这个老师，还有各位今天出席的信众大德，各位长辈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晚安。谢谢你们今天来看说，哇，人这么多哦，但是我们准备的椅子可能少一点呢、啊，我们以后会再准备。那至于课程内容，都由我们叶老师、叶馆长哦来处理啊。就假使有什么意见的话，他可以跟动啊。因为我们城隍庙哦，跟我们叶老师、叶馆长哦，我们合作非常的久啊。我们从那个台北霞到天庭啊开始，啊，到我们每年有举办的妈祖回娘家。现在已经七年八年了，就是我们把地方上的一些特色的活动，我们集合在一起。因为当初台北城哦，管了八县市，管到苗栗，叫台北府啊。那时候建成建在那个我们这里的城中啊，就这里的就是台北城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当初哦，最有钱的都在万华，啊，挂住你啊，他们争来争去，结果最当初这是一个沼泽地。所以最后不得已就住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啊，这里当初花了20万两的白银，这我们有时候知道，啊，20万两是由那个林家蒋后爷，有在出资的，那我们就1881年、1882年就开始建，那当初也建了两个庙，一个是大天后宫，在现在的博物馆，啊，就是妈祖庙，那是公家建的哦，那一个是城隍庙。现在台糖在那个中华路和那个汉口街那栋大楼有30几层的，那是以前的城隍庙的旧址，我没有在那里立碑的啦。那是如果是放可以的话，那我们就是我们后代就有这个居延，那我们就慢慢地方上我们就结合在一起，那把城隍爷这个地方以前是那个日本人的神社，放那个台教那个地方，教子的地方，我一甩一甩，你会呢，挺神圣。那我们天地方光复以后，有地方的士绅哦，慢慢的把它做出来。那在这里哦，因为我们城隍庙这个钱哦是来自十方的，我们用是十方，我们到时候用以救灾，包括救济啊，包括我们三级的救济，我们都有在做。包括地方上有什么事情我们做，包括国家地方有大灾害，我们今年也是8.8风灾。那我们也在太麻里和大武，我们用50万跟他们赞助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钱哦送给大家，希望说大家和平喜乐，哎，欢喜哦，日子好过。那在这里哦，我来也代表我们城隍庙，敬大家各位大众信大德，各位长辈，各位好朋友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。10月10号，他是他的生日的，我们有3县里啊，到时候我们市长跟我们的副总统都会来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对啊，谢谢叫董事长。